接下来轮到第三棒的伯纳蒂娜。这个时候在场上仍然是三振掉的伯纳蒂娜，在第一局投出了一个三上三下。这时候打成了内野右半边的弹跳球，潘彦廷接球之后传向一垒，球速还是良好一坏。哇，这个变化球被 Bernardina 给咬中，打到了右半边，不过最后是遭到了右外手庄俊凯横移当中的接杀。偶有长打的一位外野手，这一棒又是打成了一个飞球，不过蛮浅的，哇，最后是落地啊，变成了一支安打。这是 Bernardina 在来到了中华职棒之后所敲出的第二支安打。事情的4月30号，哦，跑着跑了，这个球呢打到了右半边，还在飞，还在飞，结果 gone， two run home run， Roger Bernardina 今天呢一上来就对 Ryan Bollinger 鲍林姐呢打出了一支两分打点的全垒打。Lamigo 呢今天呢一上来，两人出局之后就灌进了两分，先此得点，2-0领先富邦悍将。这次主审给了机会。这一个球呢打到了右半边，还在退，还在退，还在退，打到全垒打墙上。 Oh my， 今天 Bernardina 两次上来都有安打，而且都是长打，这一次呢是一支二垒安打，带有两分的打点。 Bernardina 呢今天两次上来打击就敲出了两次的长打，垒打数6个，而且贡献了有4分的打点。哦，这个球呢打到了中右外野方向，这个球就比较没有那么远了。张正伟呢将球给接杀出局，这个球呢打穿了一垒防线形成安打。哇， Bernardina 今天第四次上来打击就收集到了猛打赏的一个结果啊，刚取得的这个好球啊。这个球呢打穿了防线，一个 fair ball， 哇，这个有可能是一个清垒的安打，哇，而且又亮枪了一下，清垒是没有问题的。Roger Bernardina 打出了一支 clearing a bases double， 而且带有3分的打点，这3分灌下去呢，真的是把富邦悍将给灌醉了啊。